另外，若是讲有人像我同款孤单寂寞，感觉真寒，嘛有出你抖心一个啦，更加可怜啦。对啦，网络顶嘛有人出这家己一个人，嘛会使看电话测量。我有看到，所以我已经打算家己去看电话。家己去看电话哦、喔，我确实感觉家己一人去看电话哦、喔，是一个足勇敢的一件代志啦。台语真认真，如讲如认真，大家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过年年假过高，刚刚唔知大家过了安怎？我看吼，即几天高刚无看吼，你搁抽悬啊呢？因为我有去注意了，嘿，你本底拢是伫遮呢，你即马悬一个头呢，所以大家光阴去注意了，就会使像我同款变到遮悬。这是副作用吼，袂歹吼。你注倒一摆？我即摆注莫德纳。莫德纳，哎呦！好啦，咱过年过了了，刷来就要过元宵节啦。元宵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代志，伫台湾吼，你阁会当看到各个县市拢有灯会，而且上大的就是台湾灯会嘛。对。台湾灯会今年倒来甲高雄办。包括讲伊有一个威武营灯区，和一个爱河湾灯区，规个城市全部拢是因的灯区。安尼其实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讲吼，规个城市拢是灯区的时阵吼。人流就散开啊，因为咱以前看的时候，拢是这个灯区在遮，这个灯区在遮，啊，大家要看这个的时候，就全部拢挤做伙，人拢挤做伙，有当时啊，防疫方面吼，可能会较困难一点嘛。那个有另外一个好处，这个好处就是讲吼，以前咱看迄灯会装饰品有无，全部空的，灯会结束了，伊就完全无路用去啊。哦，就变干那用一摆，用一摆，但你啥？真讨债，嘿，做讨债，所以吼，伊也是规个城市变成灯区的话，以后灯会过，元宵节过了，就变做一个公共艺术安尼。是啊，而且若是讲大家想要了解灯会，使 Google 去看，阁有真侪网友就是教你讲要安怎来看这个会灯。另外，若是讲有人像我同款孤单寂寞，感觉真寒，嘛有出你抖心一个啦，更加可怜啦。对啦，网络顶嘛有人出这家己一个人，嘛会使看灯会。我有看到，所以我已经打算家己去看灯会。家己去看灯会哦，我确实感觉家己一人去看灯会哦，是一个足勇敢的一件代志啦。你看边啊，不是爸爸带囡仔啦，哦对对对，啊无就是伴侣两个人做伙出去啦。啊，你家己孤单一个底下看灯会，你看吼足寂寞的。没啦，有真侪人陪我做伙看啊。有上啦，无是啦。无啦，边的人啊。好啦，重点就是要来甲大家小解这个灯会到底有多几。包括讲有一个大江好桥，伊伫即个爱河口要去高雄港的所在，而且伊有一个400公尺的桥，暗时的时阵啊，若去欣赏会真水哦，而且阁会当看到即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伊拄好你看迄个角度啊，会铺伫即个港口的顶端。啊，另外你嘛会使住即个真爱码头的方向，行过即个公营码头，而且你会使去网络顶关注文。是去个官网对吧？你得当去看迄个灯区。啊，伊才有法度来控制即个人流。啊，所来阁有一个 MV 花动物园，真厉害哦！这是一个艺术家叫做 Cindy Wang， 爱用即个霓虹灯来做花灯。外形啊，包括讲有马、狗、狮、狗、象、山猪、甲羚羊拢有，互人看甲敢若当去到囡仔的时。这也带囡仔去吼，真正是足好耍的。所以来要小解这个是大海怪幻想曲，其实伫澳洲的这个雪梨，我有展出过，而且即摆嘛来到这个高雄的大港边啊来展出，而且真特殊就是这只海怪。海怪，对海怪，伊个脚边有狗，所以你爱去夹迄个狗，拍好响。啊，伊个海怪开始滚起来。对对对，才会开始死。有带囡仔去啊，伊佮意即个拍乐器啊，就会使去看即个海怪。因为唔管你啊爱拍乐器啊，无爱拍吼，对，其实吼拢真好耍，有一种跟民众互动的感觉。对对 对， 對，就是这款互动性的感觉，所以真正袂歹。所以来佫有一个啊是画佛系原地。这嘛是互动式的回电哦，所以你就会使对这个特殊的装置大声讲话。讲话，对对对，拍鼓，这嘛是讲话就对。对对对，然后伊就会开始闪闪细细。我这嘛头壳开始有一种胃病吗？胃病出来。而且我甲你讲，上厉害是伊唔然有这个小嘴，伊个有音乐声，伊个有音乐声，对，佫会使听音乐。要唔过所有的灯区内底，因为咱两个拢还袂去过嘛。对啊。你上介意倒一项？我看迄个相片，我上介意的是一个黄色的尖嘴艇。潜水艇嘛，这个很厉害的，就是他是台南艺术大学的学生所做的，平常时就是有人可以住在里面那款，可以住在里面我跟
果伊迄顶窟内底，就是有迄水道头，佮有迄莲蓬。会当洗身躯。我看到拢想要家己扎迄洗头毛的迄，佮有迄洗身躯，直接去遐洗身躯。不过迄应该钻落去，应该无水会出来吧？重点是因为进前顶窟啊，你拢是伫外口看尔，对无？啊，不过伊迄是你会使行去参观的。来红参观。对。啊，不过即摆顶回吼，我上介意一项物件，就是讲吼，今年吼伊的 Pokemon Go Tour Live， 伊伫全球有三个所在，其中一个所在就是伫高雄的台湾顶回。所以我平常时啊，有耍 Pokemon Go 的时阵吼，我就会想要去高雄遐，我可能会去，因为遐票有淡薄仔贵啊。啊，你捌耍过 Pokemon Go？ 其实因为我这个人真认真啦，平常时拢在准备录这台语真认真的物件。你卖讲，你较早讲干呢？所以不会等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说，因为顶回嘛，一些台语事可以介绍给大家知道，这个单元很久没看到了。除了有看顶回这个歌啊店啊，还有这个，比如说朱槿啊，就是那扶桑花。朱槿，扶桑花要怎么说？就叫做丁阿辉，丁阿辉，啊，搁另外一个是烈伴朱槿，丁阿辉，台语听还足水的，啊，你搁另外一个就是红丁，红丁这个吼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讲咱平常时啊看到一种外口有包起来一种丁，另外一种就是马祖有一种像个酒红的红丁，伊主要是吼伊扎特海人吼，伊会骑一个红丁来祈求平安。啊，刷落来搁有这骑丁糕，其实最后就是七月时啊，就是为着要和这个高婚。也贵啊，也当来遮食祭品，所以就会把迄德糕、甲土好悬，然后边仔挂一个灯，甲遮个高分也贵。讲招来遮，哎，来遮安尼意思。对，来遮食祭品。这叫做骑灯糕。啊，后一个要讲一个较趣味的，叫做倒球灯。倒球灯就是咱有当时啊看迄哆啦 A 梦的时阵有无？倒球灯，伊迄个道具吼，照人啊，照物件，你甲照落去了吼，伊会变色。倒球啦，灯吼其实有做侪事。个人今天介绍者吼，可能是花啊，会用灯的意象来讲，听起来是足水的。安尼，你若对灯会有兴趣的人吼，你就通去高雄走走的。对，大家只要做好防疫措施，就会当直接去摄灯会。安尼，后礼拜吼，咱来介绍高雄有挂伴手，会当予大家为高雄早倒来送予亲戚朋友。嘿，对，安尼后礼拜这个时间，大家见面的，拜拜。